哎、欸、，Emily， 如果是法官哦，我一定是判你有罪的。什么罪？美人罪。有点油。秉云，如果我是法官的话，我也会判你罪，就是偷窃罪。哦，我偷了你什么东西？高歇，偷了我的心。喂，你们两个吵够了没有？要吵上节目去吵。从5月8号开始，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半，记得要守着 Astro 双星频道，告诉你喽。